哎，我们全国诚心电视台的歌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开创者北京国际俱乐部啊、来采访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2014年我们开创者俱乐部总和冠军的教练，名教练叫做刘国斌。我们请刘教练跟我们台湾全国各歌友打个招呼一下。你好，台湾歌友，你们也辛苦了，也工作一年了，很忙的，希望你们能飞到好成绩。好，感谢我们刘教练哈，他非常的谦虚哈。去年我们刘教练在一号歌室养出金牌冠军歌，哦，他为了来这边参与这个比赛哈，这边听这边的教练公认出来的金牌教练哈，我们今天诚心电视台各位歌友也蛮有福气哈，来采访他，他在这边也是蛮有名的，也是一个好的教练。这样，今年2015年，我们新加坡集团那个林展志老板哈，那个特地聘请他去六号柜那个歌社哈，来帮他饲养这样。我们今年2015年也是这个礼拜四第一关的比赛，我们好好来欣赏我们铁哥啦哈，我们这边都叫铁哥啊，刘国斌哈，这个教练哦，他饲养的成绩这样成果来给我们全国啊，我们台湾这各地的歌友哈啊了解一下这样哈。今天我们简单来请教我们刘教练哈。你去年2014年养出的冠军歌的那个心得分享给我们那个全国各位歌友哈了解一下。谢谢。怎么说呢，这去年养的是郭威成郭总的鸽子，因为我在他这养了4年吧，这4年呢也总结了一些鸽子在这北京飞的鸽子，这个打铁鹰的鸽子的，总鸽需要什么样的，是自身条件要什么样的，适合在北京飞的鸽子，他已经攒了4-5年的鸽子了，每年的飞的好成绩的鸽子他都拍回去，又重新出做育鸽子，这样呢，所以我们积累下来4-5年的鸽子呢，去年呢。这只鸽子终于飞出了冠军，这只鸽在一开始飞的时候表现的就很出色，头一关呢虽然飞的不太特别理想，但100多名还可以，第二关就飞了个25名，它是综合的前10名，第三关飞了个20名，就综合3关的亚军，是第二名。第四关呢，他又单关飞11名，其实跟院里的这个4名、5名、6名他们是一起到的，他只不过说下房晚了一下子，所以他排行的是11名。但是呢，4关综合起来正好是总冠军。这个代表这只鸽子哈，越飞越好，速度越来越快。所以说这个教练他们在调配这个鸽子的性能他的实力的时候，鸽子越飞越快，代表这个教练他的控管能力控制能力非常强。所以说有好鸽子又有名教练来给他饲养，他的成绩就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养鸽子就是这样，好的鸽子给好的教练养，他养出来成绩就代表说，哦，这个就，哦，双全其美这样哈，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这个铁哥来介绍一下。请问铁哥，你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总共有9个鸽舍，台湾来2个鸽舍，你认为台湾的养鸽的状况跟我们大陆这边养鸽有什么不一样？你分享给我们台湾鸽友了解一下。从那个2013年那个陈永山大哥，他也是很好的教练，他也是好大哥，
来之后，然后林展志这个林建民又来，我就发现吧，就是观察了很多，我们在一块探讨了也很多。台湾的鸽子呢，就是这么多年呢，就比大陆呢早了很几十年，发展，它养工特别细，训练的吃苦力也是特别强。可能是地区的差距，可能是，气候的差距，有些鸽子不太适应这地方。在北京呢打比赛呢，速度鸽子见长，就是说以速度为胜，你不管你说什么，你必须先把速度先提出来。可能在台湾呢，速度当然也是重要的，主要是呢你必须可能打残存打的年头太多了。就是每年必须得你得能残留下来，残存下来才能接着往下打比赛。你们就说我们这是速度，你们可能是更注重于耐力，更注重于耐力。我们主要注重于速度，这两个有点稍微有点差异。所以养的方法上肯定是。从训练的到养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但你们养的很细，你们的养工啊，还有就是训练的我都看了，因为不是一年两年了嘛，都看两三年了。也不是一个人俩人，很多台湾教练也过来了。有的来的，有走的，有来的，我看了，确实的，都很吃苦，挺就是那个。用心的，付出的都很多，但往往就是打一年就走的那种，都不知道输在何方。好，所以说我们台湾昨天我们有采访我们陈永山教练跟我们林建民，那个教练哈，他们台湾的在台湾是蛮有名的强啊，可是来大陆这边他们还是要摸索，因为摸索中他才能够吸取经验。把大陆北京这边的地理环境、气候，还有他们这边的干燥型气候、大陆型气候，把它能够多了解，才能够调配出你赛鸽在这边的环境的比赛的状况，才能够有好成绩。我们看他们台湾的训练鸽子非常辛苦，也非常吃力，每只鸽子给他们的那种耐力，还有他们的考验都非常严格。大陆这边养鸽子的方式就比较不一样了，所以说他们在哪里养鸽子的方法就不一样，所以说他们能够在这边立足，也有他们的优点，表现出来。希望我们台湾全国的鸽友能够吸取一些经验，有机会你们来这边了解啊，来这边探讨，把以后作为我们台湾这边的鸽友强好。来这边比赛做一个很好的借镜，这样啊，希望我们全国的歌友有空都来这边聚乐这边坐坐，我们的刘教练铁哥，还有这边我们台湾的教练，还有我们那个苏董事长都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歌友，我们海峡两岸这个赛鸽俱乐部协会能够那个长长久久继续下去，这样给我们海峡两岸的赛鸽平台能够提升很大的一个竞争力啊！希望我们台湾全国各位歌友以后有空他们每年都是秋季在比赛嘛，对，都是十月份比赛啊，希望你们有空这个气候都非常好，来这边观摩，来这边了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加油把台湾的赛鸽的名气看看可不可在北京里面也有立足的一席之地，这样感谢我们刘教练的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谢谢我们刘教练，谢谢。
2015年开创者杯铁鹰四冠歌王大奖赛第四关500公里比赛于11月5日及歌。及歌当日天气阴冷，细雨不断。为了让参赛歌友御寒遮雨，俱乐部特意准备了热水和一次性雨衣，贴心周到的服务感动着现场每一个人。及歌开始前，俱乐部耿主任依惯例颁发上一关赢得宝马二系汽车的大奖。获奖歌友分别是宋玉清、余泽、张元、静明、卡普、曲美，现金奖励。下午2点10分，及歌工作开始，歌友按号依次进入及歌大厅，领取及歌单，扫描鸽子脚环、封易碎贴、加盖榜章、二次扫描等。12个工作台同时进行及歌工作，到下午4点30分，及歌工作完毕，共有144舍的2511羽参赛鸽上笼。由于天气原因，预防非正常归巢，俱乐部还做出特别提示：第四关比赛不允许私自在参赛鸽身上做任何标记，不允许在参赛鸽身上藏匿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违者取消该鸽主的所有参赛鸽成绩。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晚6点，放飞车在4辆安保车上的护卫下，踏上艰苦的赛程。第二天，放飞车抵达河南滑县，因放飞地有雨，不符合比赛规程中规定的放飞条件，因此被迫压笼一天。私放人员原地待命，并及时地给参赛鸽加水喂食，补充能量，以保障他们的体力。事后，记者向私放人员了解到，为确保参赛鸽安全，他们用4辆安保车将放飞车团团围住，为防止汽车尾气给参赛鸽带来伤害，将所有车辆全部熄火。开创者俱乐部的放飞勇士们用坚强的意志，不畏严寒，坚守在放飞前线，一天一夜整整24个小时。11月7日早上8点08分，2015年开创者第四关比赛终于在河南滑县开笼。开笼后，鸽群在上空盘旋数周，开创者2511羽铁鹰勇敢地冲向了厚厚的晨雾中。这样的恶劣天气放飞，无疑给赛鸽归巢带来了巨大难度，同时也给成绩落后的赛鸽一个追赶的机会。究竟谁能破雾归巢，是开创者参赛鸽四关比赛中最大难度和最后的检验。下午1点钟，来自全国各地的歌友再一次聚满了开创者观赛平台，大家或战或利，或喜或忧，众叛所归、焦急等歌的心情难以言表。同时，视频直播平台也再一次爆满了上万人同时在线观看的全球观众，留言板上飞快的留言从未中断。一场艰苦卓绝的开创者铁鹰第四关比赛聚焦了全球的目光，终于在16点09，历经8小时的艰难飞行后，迎来手语赛鸽归巢。鸽主为崔立辉，随后开创者俱乐部院内开始建鸽。截至比赛当日截关时间，直播平台显示共归返49舍的132羽鸽子，归返率为5.26%。截至第二天截关时间，2日总计归巢297羽，归返率为11.83%。2015开创者杯铁鹰四冠歌王大奖赛，7755羽参赛鸽经过四关残酷激烈的对决，最后以297羽归巢收场，让付出努力和艰辛的参赛歌友为之叹服，让一直关注比赛的赛鸽爱好者们为之折服。在万千赛鸽爱好者的见证下，开创者团队严格执行比赛规程的硬派作风和不遗余力攻坚克难的勇气让人佩服。2016，我们再见。
哎，大家好，我们台湾那个全国的歌友大家好，我是诚心电视台哦，在北京采访的主持人啊，陈耀宰，今天很高兴来北京开创者国际俱乐部哈、哦，采访我们在俱乐部有九个歌社里面第六个歌社西湖的李连军李老板，他所饲养的六号西社的鸽子啊，来接受本电视台的采访。我们简单，我们请我们李连军李老板跟我们台湾全国的歌友简单的问候一下，来。全国歌友，那个全国歌友大家好，我是北京那个李连军，在开唱者俱乐部养六号棚赛鸽。哎，谢谢李连军哈、哦，这个老板哈、哦、很客气，我们在杂志上面也有看过他的名字。哎，我们麻烦那个我们李连军李老板哈、哦，你在北京开创者国际俱乐部养鸽子有几年的历史了？在这个院里，今年是第二年，2014年一年，2015年一年嘛。你去年比赛的感觉怎样？2014年，你自对自己的那一种一半嘛，一半一半，很谦虚的。他也成绩也会长得优秀啊、哦。啊，今年是迈入第二年，跟我们台湾的九号歌社林建明一样，也是迈入第二年。希望我们后天就是礼拜四，我们第一关500公里的赛事，我们会把这个历史的镜头呈现给我们台湾的歌友来欣赏啊。我们六号歌社李建军的那个建军职业赛歌社哈，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成绩呈现给我们全国观众哈了解一下。请问我们李老板哈，像我们北京这边的赛歌的状况，院内跟院外的比赛规模，你认为现在的状况怎样？鸽子是都是一样的，就是院内跟院外，我认为是一样的。哎，因为这比赛这个啊，你认为说像台湾的歌社在这边也有两个歌社在养，你认为说以你们大陆这边的养殖的方式跟台湾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都还差不离，应该是按我认为还都还挺好的，挺好的，都是互相的，都是互相的一样，就是互相在勉励一下，就是介入台湾的方还是一样的，我认为是一样的。啊，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说那个建议给我们台湾的歌友，假如要来北京这边参加赛事的话，要有什么心理建设？我认为没有，因为台湾毕竟比北京组得早嘛，台湾教练好。这样哈，啊，所以说我们全国的歌友哈，如果你们有机会，要是有时间，有这个空闲，欢迎来北京开创者国际俱乐部。我们非常高兴哈，我们台湾的歌友能够来北京开创者国际俱乐部来这边看看，来这边找我们李连军那个老板哈，来泡泡茶聊聊天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以请教他。我们李老板应该也不会吝啬指导一下吧。我们得向你们学习、啊、大家都非常谦虚哈啊，希望我们哦，我们台湾的歌友哈、哦，有时间来这边观摩一下，啊，我们一起哈、哦，我们礼拜四的比赛，希望你能够期待歌胜，第一批哥哥看到你的鸽子这样，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李连军好、哦、那个老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后会有期，谢谢各位好。谢谢。